黄大铁路开通运行后，将为铁路沿线企业运输成本大大降低，创造效益。比如，位于黄大沿线的国华能源寿光电厂，以前的煤炭途径主要是通过华港海运至龙口港，运输成本大约是107块钱每吨。改为铁路运输后，每吨可以降低43块钱，年可以降低运输成本约1.7亿元。